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是5月13号，星期五，天气呢，应该也是算其实多云偶阵雨的天气吧。这是春夏交界的时候，雷雨天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今天最主要的工作呢，当然就是要去护卫着我的田龙族，因为它长了侧芽，所以我今天的重头工作呢，就是要去照顾田龙族，帮他做一个三枪的防护设备，那也顺便让他以后，我们要堆土啊，干嘛，护笋的时候呢，比较方便。所以今天的工作可能就是，完成这个，我就觉得了不起，因为，草地太过潮湿，割草也不是挺方便。会弄得满身脏兮兮的，所以今天的工作呢，就是来自于欣赏一下我的田龙族，毕竟努力了8个月，终于有点成果，所以想去看看。OK， 我们就出发咯。这是我们家的水蜜桃，最近呢，发现松鼠已经来进换了，那一气之下呢，我就把水蜜桃呢套袋再加上网袋，试试看，反正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吧，那就看看自己的运气好不好，看松鼠有没有留给我吃了。那反正我现在是又再给它加固了一层，那希望它认为这个很难拆解，所以就留下来给我吧。这是我们家的水蜜桃，那这是我们实验菜园子东边，南瓜，那当然每天我都要来看一下南瓜，因为现在是南瓜的结果期。那东边呢有两颗南瓜，已经完全授粉，而且成功的。那最近呢，我们要观察的是另外一颗南瓜的花，那看起来效果好像没有挺理想的，已经黄黄的，那就要寻找有没有南瓜的黄色的小花。这一颗呢，它原本已经两个南瓜，对我来讲已经完成它的阶段任务了。这是我们的东边的南瓜，我们家的丝瓜终于开了第一朵花，而且很幸运的是第一朵花里面刚好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。那刚刚看到独孤峰呢，在那边授粉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家的生态里面，这边你可以看到独孤峰在喂食他的小宝宝，在洞穴在这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竹子打个洞，这都是独孤峰的一个住宅。那这个应该不是独孤峰，应该是来吃独孤峰的蜂啊，这就是生态吧。OK， 这是我们家今天的丝瓜了，已经有一颗母花，一颗公花，那显然是有机会可以长成第一个丝瓜了。OK， 这是我们的实验菜园子西边的菜圃里面的状态。那我们现在还要去寻找一下西边南瓜的有没有母花产生。这边我已经看到有一个小的一个母的花朵在这边还没授粉。OK， 所以显然它也开始结果了。那希望它能够顺利开花。那这个开花时间应该是可能还要再延后个2天吧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一颗了，那我们再往前看那一天9号授粉的南瓜有没有长大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咯。 OK， 这是9号授粉的南瓜，那理论上这应该算是完整授粉成功的，因为它还是翠绿色，就代表它也是授粉成功。那这一个藤蔓有没有其他的母花？看了一下，好像
前面这边有一个，应该是母蜂，但是很小，不知道它会不会结果，又不晓得。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个藤蔓。那这是种南瓜的乐趣，就是寻找母蜂。这个因为这个藤蔓呢，被截掉，然后重新又长出了藤蔓三株啊，希望它能够结三个果咯。OK，这是我们实验菜园子西边的状况。